好，根据前几个影片在 YouTube 上面的按赞数表现来看，我们这期开始呢做一个调整，就是在念单字的时候啊，这边会比较强调它怎么念，然后它的音标，因为音标必须靠大量的单字的累积，所以念久了之后你才会记得这个音标怎么发音。那如果你之前前几集还没有看过的话，你可以先去看一下我们的发音的部分。那这一节开始呢，我们从这个单字开始来念，然后会顺便把这中文念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哦。这个是 BOIL， 这个是 BOIL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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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沸腾。第四个 BUBBL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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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泡。 BRASS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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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铜，黄铜的。 BRAZEN，BRAZEN， brazen， 厚脸皮的。 Brazil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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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西。 Brew， BRU， Brew， 酿造。然后 B 呢又代表这个爆固体，中文同音同义字，例如拨开的拨，勃起的勃。第一个 ，ball， b o o ball， 球。第二个 ，balloon， b a l o o n， balloon， balloon， 氢气球，气球。第三个 ，bloom， 上面这个 n 它是没有闭嘴巴的，这个。这是有闭嘴巴的，所以是 BLOOM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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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花。第四个 BOAT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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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船。第五个 BREAST， BREA， 短音的 A， ST， BREAST， BREAST， 乳房，胸部。第六个Branch， b r a n c h， branch， 分支、支流、树枝。第七个 braid， b r a d， braid， 面包。第八个 breakfast， b r a k f a s t， breakfast， breakfast。早餐。第九个 Bronchus， B R A N C U S， Bronchus， 支气管。第十个 Breadth， 宽度， B R A D T H， Breadth， 宽度。第十一个 Broad， B R O D，Broad， broad， 宽阔的。第十二个 bold， b o d， bold， 这个怎么念啊？妓女，这我不会念的，是老鸨那个鸨吗？好，大家知道意思就好了哈。反正这个不太好听的话，也不太会去讲它。第十三个 bellows， b a l。O's， bellows。 那这边老师的讲义有写错哦，所以这边应该是风箱，这两个写颠倒了。 bellows 是风箱哦。然后第十四个 belly， b a l e， belly， belly 是腹部哦，这两个相反哦，这个风箱是这个才对哦，然后这个 belly 是腹部， belly 是腹部哦，这样才对哦。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哦。Bellows， Bellows 是吹风机风箱，然后这个是 Belly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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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lly 是腹部哦，所以是老师的讲义写错咯。然后第十五个 Berg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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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山。好，第十六个 Big，b i g， big， 大的。
第十七个 bel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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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巨浪。第十八个 burr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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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治区。第十九个 bow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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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碗盒子酒杯。第二十个 budge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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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预算。二十一个 bul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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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植物的球茎。好，第二十二个 bulg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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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出物。第二十三个 bul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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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巨大大量的。第二十四个 bul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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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牛。第二十五个 bulldo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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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头犬 bulldog。 第二十六个 bulle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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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弹。第二十七 bul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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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欺凌弱小的图霸。好，第二十八个 bur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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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城镇。第二十九个 bus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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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灌木林。第三十个 bladd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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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膀胱。第三十一个Blen B L A N 这是没有闭嘴的 N Blen 浓泡。第三十二个 Blab B L A B Blab 皮包枕。三十三个 Blister B L I S T E R Blister 皮肤上的水泡。好，第六个爆开嘴巴，中文同音同义字，哺乳的哺。第一个 bait b a t bait 饵。第二个 beetle b e a t o beetle 要注意一下，这个是长音的 e 甲虫 beetle。第三个 bite b a r e 就是 i 嘛，之前讲过 i e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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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念快就变 i 嘛，所以是 b i bite 咬 bite。 第四个 bitter b i t e r bitter 苦的。再来有包围的意思，在发 b 这个音的时候，将双唇紧闭，使气流阻绝于口腔之内，故有包围的意义。中文同义同义字，包布绑。第一个 bag b a g bag 袋子。第二个 bind b 哦一样哦 r e 嗯的 b i by bind bind 捆绑。好，第十九页咯。第三个 body b a d e body 身体。第四个 bound b a n d bound 合同。第五个 border 边界 b o r d e r border 边界。第六个 box b a x box 盒子。第七个 baggage b a g e g baggage 行李。好，第八个 balcony b a o k e n e balcony 这是戏院的包厢，比较常见的还有阳台、哦、balcony。 第九个 bell
b a o bail 包捆。第十个 bargain b a r g i n bargain 交易契约。第十一个 barn b a r n barn 谷仓库房。第十二个 barracks b a r a k s barracks barracks 兵营。第十三个 barrel b a r a o barrel 木桶。第十四个 basket b a s k e t basket basket 篮子。好，到第十五个 boot b o t boot 靴子。第十六个 bottle b a t o bottle 瓶子。第十七个 bucket b a k e t bucket 桶子。第十八个 bunch b a n c h bunch 一束一串。第十九个 bundle。 十九个这个老师的音标少了一个 n 欸，好，这不是，这个发音变成 bottle bottle 错了，来看一下正确的音标哈。bundle bundle 它有个 n 的音哈， bundle 所以是少一个 n， 同学补一下哦，这边应该要补一个 n 才对哦， n 好 bundle。好，第二十个 bus b a s bus 公车。二十一个 buyer b i r buyer 牛房。好，我们再来到第二十页，速度越来越快哦。band b a n d band 乐队或一群人。第二十三 booth b u t h booth 电话亭。二十四个 boundary b a u d a r y boundary， 诶，怎么又少一个 n？ 错了，这边要再补一个 n 才对哦。这边补一个 n boundary， 好，这样才有一个 n 的音嘛。boundary 界限。好，第二十五个 baffle b a f o。baffle 破坏。第二十六个 balk b o k balk 妨碍。二十七个 band b a n d band 手铐束缚。二十八 bind b i n d bind 捆绑约束。第二十九个 badger b a g r badger 欺负困难。好，再下来我们来看表示包围束缚之物的意义。这边第一个是 bondage b a n d e g bondage bondage 是奴隶身份束缚监禁的意思。第二个 belt b a o t belt 皮带。第三个 bangle b a个哦 bangle bangle 手镯脚镯。第四个 bolt b o o t bolt 门栓。好，第三个我们看一下拍打的意思哦，在发 b 这个音的时候，双唇必须紧闭，就好像在互相拍打一般，故有拍打的意义。中文同音同义字 bang。 第一个 battle b a t o b battle battle 战争，用棒子拍打的动作。好，联想法是用棒子拍打的动作。第二个 beat b e t 长音的 e 哦 beat 打。第三个 bounce b o n c e bounce 反弹猛击，使弹起
跳跃。第四个 boxing b a x i n boxing 拳击。好，我们来到第21页喽。